点是低延时、大带宽、广连接。全景摄像头呢分一左一右，在右边呢摄像头我们是主要采取的红外测温以及人体的这个戴没戴口罩细节的分析，然后在左边的摄像头呢是通过视频的高清码流的采集推送到咱们的这个监控平台上面，而在下面它这个360度的摄像头呢，相当于结合我们的 VR 眼镜，可以在巡检的过程中进行全系列的全景观看。这款摄像头它是传送的是高清码流 4K 和 8K 的视频流，所以必须得借助我们的大带宽把视频传上它的应急指挥调度平台。